他的先要这次没有要叫，放心。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近期在台湾心事就是重重，我内心世界很丰富，有很多坎，很多代办事项要处理呀。Yeah, 没错，靠我旁边这个知道我要出国了，这一次要一个人去散心，一个人去打开新视野，一个人去未知领地的地方，不是 Asia， 不是亚洲，这一次是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欧洲。那这一次呢，一个人去的地方呢，就是 Break， 英国。不得不说，英国真的是离台湾蛮远的。我这一次呢，从台湾飞到英国的机票是用里程换的。通常如果你要用里程换机票，基本上就是半年前或是一年前预定，会比较有位置。那因为我这一次呢，心情不好是临时的，所以我是这几天我才在上网找台湾免签证的地方，然后是我未知领地很远很远，可以让我全然放松的地方。Oh my god， 又找到英国这个地方。今天 right now 这个班机它有一个位置是我可以卡进去的，我马上直接 order， 因为你知道通常。如果十分钟过后，如果你没有按确定，你刚看有位置，哎，已经没了，所以要抢要快，我就抢了今天现在这趟班机。蛮疯狂的是，我回来台湾的机票它是候补，不要就是哎，我不一定可以如我所愿回来台湾，就有可能我候补没有补上，我就知道自己再订一张机票，或是重新排其他天的候补。好嗨哦，我人生就是尽量嗨一点，我会比较开心。Anyways， 这一趟旅程我没有规划任何景点，我也没有做功课，我也不太清楚英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我不让我自己太预设立场，我就是人道在体验。OK， 废话太多。总而言之，先让我离开这里。Let's go。不好意思，打扰了。OK， everybody， 漫长的一天，我现在人呢已经到了伦敦，然后也到了我这次预定的 Airbnb。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伦敦的物价，我真的吓到了。我这次做 Airbnb 呢，从伦敦机场到这里差不多就一个小时整的车程，给大家猜多少钱？来，不用等，直接公布，台币4200。现在是伦敦的晚上11:26，跟台湾时差8个小时，台湾现在已经7:26了。我要不是现在还在时差，我真的会大叫，我吓到哎、欸，1个小时4200，我真的灯光线调好哎、欸，大吓到。Anyways， 我现在已经到了 Airbnb， 马上废话不多说，来快速 run tour 一下。OK， 进门的样子，先来看一下卧室区。Oh my god， 一个全身镜。我的卧室长这样子，有副毛巾，还有空气清新机。哇、wow, ，还有蓝牙喇叭。Oh my god， 这个不是什么所谓的气，Yeah， Luxury 气氛灯。浴室的部分看一下，浴室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干湿分离瓷砖风。哦，这是第二间厕所。OK。来到客厅去 ，Oh my god， 姐妹们，厨房 ，Oh my god， 天哪！这一间我觉得很适合一个人独处 ，Oh my god，What is this？What is this？ 哦，这是我的房，不可能呢，我房东的照片，底下放一张我的啊。房东很贴心，还有附一堆黑胶，人生还没有用过黑胶，底下研究一下。OK， 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机，很居家的这一间，应该是。OK， 工具间。欢迎大家来我家，欢迎大家来我家。大家有没有看美剧《六人行 Friend》？很有那一种美式风格。废话不要太多，我都要洗洗睡了。现在是有点太 different， 太 different。姐妹们，明天见。明天有一个夜拍要拍啊，要看完。明天见。啊 ，everyone， 现在时间呢是台湾的下午5点，接近傍晚。此时此刻是英国的9点多。Good morning。感冒。今天呢有业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业配不是普通的业配，是我自己代言的业配。这个概念就是我代言又接我代言的业配。呜，不要见。OK， 傍晚了，给大家看一下 Right now 的皮肤。
Not bad， 但凝效会更好。这一套叶配的产品呢，就是我前阵子代言的 Kylie 柔光清透养肤粉饼 ，Just Simple。而且不得不说，撇除拍摄当天，我 right now 是私底下我正式拿到它的完整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做的很有质感。Glay， 它总共有两个色号，一个白皙，一个自然。我自己本身呢是用白皙色。Oh my god！ 因为我跟厂商说，它的包装 please 请简约，不要放什么我代言人的图片，还是哦一定要什么什么签名在上面，不用，就是很简单很简约，一个日系感。结果厂商真的做出来一个非常就是很符合我心中的那个设定的外盒，里面长这样子。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小 paper 它的粉扑，我觉得镜头可能拍不出来，因为它有分海绵面跟背面是绒毛面。你如果收到货，你一摸我就知道这是绒毛面。这是海绵面，像我在保养完上完防晒底妆呢，就是直接用海绵面上。哎呦，有点过敏。来，上完半脸了，给大家看一下，有看出差别吗？认真看，因为我皮肤真的是好不好太好，请认真看有上跟没上的。这边呢是素颜，然后这一边是上了基本层的粉饼，虽然说我皮肤底子还不错，但是我这一边还是有基本的，你看泛红跟一些有一点点，我自己现在镜头上面看起来有点肤色不是很均匀的感觉。但这一边，这边就是哦没办法，钟明轩，这边就是哦，请把妆化完。Oh my god， 这个粉饼到我现在已经用了那么多次，我还是觉得好好用。然后如果你画完第一层，你皮肤有一些瑕疵，有一些斑点，你要再盖第二层是没有问题的，继续用海绵面。直接用点的方式 ，OK， 完成，有没有平均了？然后上完的晚一点，它会自己校正肤色，就会变成是我皮肤的颜色，很厉害，这粉饼很厉害。用海绵面上完底妆，然后如果我接在外面，我的皮肤有点出油，我皮肤有点小脱妆，不用再拿另外的蜜粉产品，直接用绒毛面，它可以当蜜粉用。绒毛面拿起来压一点点，这样子把油光盖掉。今天呢，在英国想要走一种渴望被干的感觉，希望 Latino 好不好？我的菜 Latino 都可以来包带走。所以我今天要上点腮红。我不爱黑人，不爱白人，亚洲人我也还好。我最爱的就是 Latino。英国呢，听说 Latino 不少。今天好不好？小清新感，没有要 Y2K 了。漂亮吧？接着是英伦美式风，就是要英不英，要美不美。真的很漂亮哎、欸，我今天美式风。Yeah。有门不有门，哎，牛奶打吗？借我一下，谢谢，谢谢。来，小超讲的官方话，晚上好，讲智慧柔焦粉体科技，粉体细致贴肤，轻盈零粉感，修饰毛孔，雾化瑕疵，可以当底妆，也可以当蜜粉。Thank you, Kylie。这一次呢，在英国行都用它上妆。叶佩 ，Don， 现在是英国时间，快十一点，好像可以去吃个早午餐。Let's go。我现在呢走出来了，然后游走在英国的路边，但现在有点下雨，我不知道我相机会不会坏掉。Oh my god， 好漂亮！先拍，怎么很像来到哈利波特的世界 ？Hello， are you ready？ Yes， this one and a breakfast tea， breakfast and have a vanilla latte， vanilla latte。来，谢谢旁边的英国人哦，是一个家庭 family 有够吵，先换买我的早餐在这里，看起来很丰盛。嗯，它薯条吃起来很像台湾麦当劳的那种薯条。然后我现在你知道对面的那英国人都在看我，一定想说这个亚洲人到底一个人对着相机在送餐小，培根香肠汉堡。嗯，就是过关的汉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子点下来，一个汉堡，一个薯条，一杯拿铁，一杯早餐茶，这样差不多20块英镑，台币差不多800。我觉得英国目前的感觉就是台北物价的再乘以3，就是英国的 price。What? Really? Yeah. Oh, Sally, thank you. It's my channel. It's Chinese. Yeah. Thank you.这边的店员呢，他就是说，哎，我是在做 YouTube 吗？他要想要加入我的频道。Why YouTube? Okay, this is my channel.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而且他刚说我的脸很好看，很喜欢我的 stylish。Oh、my God， 我觉得喜欢这种国外的随性感，我觉得很喜欢这种文化，就是你今天如果出门，然后你是真的有打扮，你是有用心做一件事情的，他们是真的如果有看到是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会称赞你的。可是如果在亚洲，就是大家可能想称赞你，但他们会默默的放在心里，或是今天真的可能跟你混熟了，他才会把他的内心话告诉你。我比较爱前者的这种文化。OK everybody， 我现在身后呢就是伦敦非常有名的 Big Ben 大笨钟。刚一个人来这里真的很 chill 哎。这个大笨钟呢，它的历史就是它是在1859年建成的，据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然后最准确的四面报时钟之一。然后刚 Google 了一下，它在2012年呢，它已经把它改名成伊丽莎白塔，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二世，也因此衍生了一个很有名的节日，在英国他们叫做钻石纪念日，以纪念60年前伊丽莎白二世在1952年2月6号继承驾崩父亲乔治六世的王位。所以2012年呢，他们就改名为伊丽莎白塔。现在这边人非常多。Oh my god！ 现在整个下雨，我可能要改用手机录了，右相机可能坏掉。很多来英国旅游的人都说，伦敦就是10天有9天都在下雨，或是这种毛毛雨，天气阴阴的，所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刚刚拍完 Big Ben，Big Ben 的对面呢就是伦敦爱，别名千禧之轮，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现在不是了，拍给大家看。来，各位观众，义大伦敦之眼，义大梦时代。哎，很漂亮。Oh my god， 在伦敦终于遇到第一批观众，第一批。可以合照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我要拍。来哦，一二三。OK。谢谢。Have a nice day 哦，拜拜。啊，傍晚了，傍晚的伦敦好美哦。昨天我是搭长荣航空到英国，然后在飞机上呢，就有一个空姐很兴奋的认出我说：“明轩，你要来英国吗？你明天有没有行程？”我说：“没有，没有安排，也就是今天啦。”然后他好像蛮常飞欧洲线的，英国他好像小熟，然后就邀请我今天呢可以跟他一起去外面 hang out。今天上午的行程我自己是走差不多了，我现在 right now 呢就是要跟他去吃晚餐 with 他的朋友。跟长荣空姐共度晚餐，完全不认识，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是台湾人啦，我没差，人生就是这样子。到了这一间他推荐的意大利餐厅 ，Oh my god， 太多人了吧？嗨，空姐，下班了。是什么？是那个伴手礼吗？对。哎，太奶哎，我超爱。妈，我上电视了。剪掉。你要坐地方看出去是这样。然后是我房间，然后是客厅，然后昨天过海关的时候是一个印度人，我看到前面人都过很快啊，而且我前面有个台湾人，我说哎，那他过很快，我应该也过很快，然后他就一直问我问题，比如说他就说，你来这边干嘛？我就说 visiting， 因为我英文没有很好，他说从 what visiting， 就说就是 downtown， 他说 what downtown， 他就说是去哪里？我就说 here。他说来干嘛？他就一直问我，然后我就上网查那个大笨钟怎么讲。我想说大笨钟可能有自己的专有名词，然后就打，这就是 Big Ben。我就说 Big Ben， 然后他就这样子，在旁边哦。我就多加一个 museum， eat some food， 然后他就。英国的海关是全世界有名的爱问，然后就说伦敦 here， 他说哪里，就一直问哪里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如果有家人如果来要找住在这边的学生，就是家人如果英文不好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写好一整张纸，然后让那个父母在过海关的时候可以给他们看，就会写好，因为这边海关很爱问啊，就是说你要去哪里，然后你的行程是怎么排的，然后你来几天，那7天你要去哪？对啊，对，然后跟谁？只有你吗？要看心情，因为前面有一些人过超快。哦，有可能他的签证的关系，因为像我们就会过很快，因为我们有这边的居留，哦，所以他可能看就很快。但是点进去吧，我都没拍到脸呢。你要讲话都给我讲一下。哇，意大利料理，哇，哎，假嗨没有爆开。很好吃，而且我觉得英国人讲话真的很可爱。Harry Potter， really， really， 你教我几句。Harry Potter， 大家最爱说 a bottle of water， 就是给我一瓶水嘛， a bottle of
因为他们的 T 不发音。然后你如果下次过马路的时候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红绿灯。我们台湾的是红灯之后直接绿灯，对不对？他们这边啊是红灯之后，他会先黄灯再绿灯，就有那种预备器。Oh my god！ 吃到一半，全部客人都散开了，散开了，只能走左边哦。Oh my god！ 什么意思？先跑？好像美剧哦。我不知道啊。知道，刚没听到。要么是有人跳楼，要么是有可能有命案。哦，这一区餐厅的人都被赶出来。哦，好在我们刚吃完。哇，科芬园，科芬园太美了吧！哎，这边是哪里？科芬园。好，这个科芬园。嗨。嗨，打卡。我上镜头啦，妈妈。做了八年的长隆空姐，小老屁股，小老屁股。耶、yeah, ，很感谢认识你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再见。耶、yeah, yeah. ，再见。回家路要小心。回台湾再吃饭。拜拜。我到家了，今天呢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天。好，差不多英国结语了。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真的蛮 crazy 的，我完全没有跟我身边任何一个人讲，就飞了那么远，几乎是绕半个地球吧。结果这次来英国呢，真的没有预设太多立场，我就单纯只是想要去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刚好里程可以换，我就来了。我不太确定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英国行呢 maybe 也只会有这一集。我今天也没有感觉解开了什么，但又感觉似乎没有什么事是我特别需要去解开的。我以往都会觉得今天过完一天，我需要总结些什么，为我今天做一个完美 ending。 但是我自己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顺的一天。我现在是时差来了， jetlag 接下来我在伦敦呢，我就会自己去 ZZ 继续闯入当地人所谓的日常。 OK， 今天的伦敦集就到这里，现在有点时差，如果精神状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I'm so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 OK， 我是 Russian， 不是 Kai， Bye。